今日我的好朋友吼，阮江山万良兄吼，啊，讲要给我献花啦，而且我的好朋友，帮我先给阮万良兄鼓励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哦，赞哦，谢谢，我唔捌去用献花去，你带你提安尼就好看，啊，你有诶袂用献花拢举安尼，安尼是要陪亡诶哦。谢谢哈，万良兄，感谢吼，谢谢，即我的好朋友啊，阮外地大诶吼，江山呢真是咱诶真好诶，阮遮大哥拢。真听后面的吼，包括即届呢，咱的江山会也是啊，特别嘛感谢吼，咱的茶哥哦，阮老茶哥哥，啊，佮有咱即个股东哦，阮啊即个阿文啊吼，啊，佮美国哥啦吼，啊文龙兄哦，啊谢谢吼，来，啊，即摆咱继续来安排这位，就是阮世间情内底女主角之一，来谢白雪，来锦轩呐吼，佮咱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，来掌声欢迎。谢白雪，锦轩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是锦轩，谢白雪。好多人哦。我的心里，我等我紧张呢。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好运乐，大家好。伊讲我会吞麦克风破电池啊！我知影你会啊！你看迄现场遮济人，阮高雄人外热情，江山花园夜市啊，就是遮尔啊赞。
拜五、拜六礼拜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吼、哦、送一个啦，啊，无你也无啥物件送啦。啊，这不是我的唱片哦，你要送给人？这是我要送给大家的啊，无你提啥要送啊？无你啥？无你啥传给啊？你有炸啥来？啊，啥货啦？啥物啊？啥？啥？你干啥紧？这妈做为啥的？你笑啥货？你是讲你有，我都无呀？欸，我提到提十几领嘞，我这亚妈做为啥？这若穿落，真正讲的，做生意会赚大钱。翁仔某感情哦，要求赞的，一暝拢交界，起来放尿放交界。世间情，世，我有穿。所以你放十届。喂，迄查甫人都莫存一支嘴，讲会到拢做袂到，讲拢呼呼叫，开嘴拢巴拉票，啥物伊外敖。讲啥物好？三点钟，干那洗身躯洗两点半钟啦，烫衫烫二十分啦，开工五分，剩三个尔。三个是讲你好，谢谢光临，安尼啦。等下咱到店面放烟火哦，咱再来倒数。吼、哦，干那国庆日呢？好啦，上一个啦，伊叫景轩，请问世间情内底叫啥物名？你家找一个。来来来，我你讲。咱公平啦吼，车车啊车安尼啦吼，啊各一个吗？啊麻烦者，我的车吼，甲我顾着，无眼睛挂，我明仔载爱去搬金。家己这个清气不要紧啦。无啦，尤其。啊，你着坐车。不是，我行迄个尻川大，坐着搬金搭配。来。那我们先旁边这边嘛。旁边，好。旁边嘛。哎、欸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无啦，记得。大家都会、欸。雪白雪，我知恁就讲吼，你戏内底叫雪白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演世间情，你送因查某囝来。哦，啊，这样子问题哦。送因查某囝一个都啊。那这样子好了。我叫什么名？世间情内底叫什么名？我妈叫什么名？你是在天门外头后过位置警察来啊？好啦，叶丹举手，安尼较紧啊。好啦。你帮我看。来。叶丹。阿弟。看到伊。迄个啦，我嘛惊迄个啦。你好，伊叫啥物名？景轩哦，因名叫啥物名？因母啊是演啥货？你唔知影对不对？是罗厅长啊，来今天来滴，因为伊物件伤贵，伊顶个贵，倒来来告我。我是故意的，我惊你安尼危险，我怎敢来落起来大巴肚三界呢？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那么快嘛，动作好快。请问一下，她现在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不啦，伊是咧叫你，唔是叫后边迄个啦，一个啦，系啦。卖安尼啦。啊，头前这那，你是叫多一个啦？你阿妈较好啦。你一个你啦。他刚刚大喊中文，就你就呼伊嘛。哎呦，你笑咪？你是开笑咪行的呀？啊，那这个项目还袂紧，你等下哦，我过来 copy。来，不要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刚刚问的，要跟我互动。没啦，他说他叫张宏喜啊。哦。所以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呢，你要跟我介绍。你现在没男朋友，你不像这样说，你要说有男朋友，没固定。啊，有阿公，有阿公就不轻松了。啊，这边呢？我的车会免挂落去，迄目睭片仔一粒五万几块，涨价换的，吼，无是的，你要安怎入都袂要紧，来。不要紧啊，有这侪五万的，不要紧。靠，晓啊！啊，这领衫，你摕啦。哦，我摕。问者，哦，你问者。我要问啥？问安怎在问啥？请问一下。快点想啊！我叫吴明的，我娘是美国总统，什么人？奥巴马，
哎，真正呢，奥巴马呢？你咧送我分题，你想到我要问台湾的总统一下？台湾总统，喊我无识啊。阮大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呢？真正啊，讲要叫我去做国防部部长呢。恁爸今日拍伊拉克哩。好啦，好伊啦。是真正送你啦。啊，你拢穿车哦。咱这无分党派啦，吼、哦，这妈做的衫啦，这领吼足大领，恁两个做的穿还阁弄会入去。来，啊，要唱啥物歌？爱我三分钟。哦，爱那爱较紧的，恁爱我三分钟，爱较久的嘛。你啊，你啊唱人咧唱迄个歌无？唱迄歌谣无？大家拢嘛爱听我唱。有一日咱阿爸迄条无？迄个免开啦，头家啊。有一日咱阿老，找无人甲咱放炮。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哪会这大条？你古代啦，我无讲啥。你拢点点啦，花草长地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粉椒啊，这边小朋友很。混交小朋友，会使讲你唔爱咧夹混交，我咧放混交，你唔爱夹混交。你咪叫我唱歌，你咪去啦。我还袂唱出来呢，头家啊。我咪互你唱啊。我你不要，你还佫还袂走咧，你还紧。你的高铁是凌晨三点的啊。是哦。高赛啦。啊，要佫听无？你有看无？你的嘿，恁祖妈会甲你三条条，因为恁祖妈都有较细社夫。阮将弟弟放伫恁家，阮对少年，予你喊到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的财产较重要？阮将身躯献予恁家，才知炒饭是吵吵闹闹，等待返去的时阵哪够？恁爸把现金拢总挂走，因为我也不甘放你，把恁爸财产。白了了，安尼对不对啊？拍婆仔者，拍婆仔者，拍婆仔者，拍婆仔，因家拢好吃人，哦，无怕的，较注意的，我跟你讲，无怕的，因家会开金头，我只哦，只精的，恁袂来过两年，啊，但是工会我爱听我唱这呢，二姐无封麦，我讲你封一个尻川就封麦，你可以封马路都好啊，大家都要叫我买票，我都有票你啦，啊，落尾吼，我甲讲二姐，你若娶某，娶到像阮如花这种的，就袂使唱安尼啊。你啊，只有一日你若老，我会摕一条锁啊，予你去吊刀。你若无死，我甲伊扎无水沟。迄个时阵，恁爸才看你有偌老。娶某娶歹都无计较，外口的钱啊较重要。你的虾你家己顾掉，啊若无食老，你的生果阁咸了了了。阮将弟弟放伫恁家，阮伫少年就伫拍甲老，啥物药膏拢我斗斗来斗一摆做口号。等恁祖妈伊娶五个囡仔嫁去恁家，等若分财产的时阵若到，我一定带阮囝返去甲你决斗。另外，唔甘帮你变成一只老破狗，安尼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伊听到伊即摆拢响笑啊！恁爸已经讲八百几届啊，伊还阁落袂起来，即阵是要讲，一讲讲啊，拍鼓拍拍等于拍某。你为什么怕字幕啊？怕字幕，伊拍鼓拍拍等于拍某呢？迄个分吹无迄支啊，迄支较早是歪的，较硬甲分甲滴去呢。